都还没吃早餐就先看了。四只五百，两只二百五啦。蚂蚁呢？蚂蚁吃100块。对，刚好嘞。哎，是加好啦。什么意思？很久没有卖啊。对啊，很久没有卖啊。怎么了？没有啊。怎样？你在问我为什么突然又拿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有人问吧？不然就是。两百六三位四位五位。要帮忙销。难怪有你两百块。他是有比较便宜进给你们。能三十五。对不对？他都一样的。没有哦。几片的价格很硬。两百块。找我，我到底在找你，我找我，应该来一家人找的，这应该都找吧。退兵啊！好啊，很
电金瓜的。你讲派车啦？派车。对啊，爱菜爱菜的啦，你做不好。你刀啊，客人后面剁剁剁剁剁剁的。我的菜，就干那样切菜的啊，不要切肉。这样剁的，这样切的啊。我的手机的啦。哈哈。叫伊，叫伊，大机的，飞机啊，飞机，飞机叫。可以大姐来啊！哎呀，哎，我不管滚蛋哦，干啦！切菜，切鸡，切鸡，我那无得切鸡啊，无得切饭，切菜拢爱煮啊！你地差不多一家伙啊，炖，迄唔难哦，一家伙够炖着。你要唔切到酒啊？那上面有写酒啊。而且这个赛事不是十就是九啊。实际赛事不是十就是较贵。什么物件啦？今天较贵哦。什么物件咩？今天鱼也较贵哦。哎啦，较贵啦。这贵这贵耶。你讲叫我啦。哎呀，你也再讲。还差较济，啊无钱，还搁六块斤。结婚两百。哎，几百块的？我一百几块，一分两百。一分两百，十块呀？卖还无良心？你卖啦？我卖良心，卖了十一台。十一台，卖了我。对。你讲晕眩症，你的晕了？我今麦未啊，我今麦未啊。我是晕，我是晕。哦对，耳鸣啊，耳鸣啊，就是。哎，我来了。这个包，这个包。啥鬼？你讲你这里干嘛？晕眩症我唔看表面的。带两片环，这是研究中吼。片环没有。人讲对啊，你的晕眩就是你平衡无好，我的训练平衡。我讲咧，训练我的平衡啦，我就是把手开开啊，一卡起来安尼，我大概稍微试一下，试一下就明了就好。屁股的这，有啊有啊。屁股有去掉啊，我做掉啊。你讲去掉掉，我做去掉。可以十年，不是他会接那天啊？对吗？好麻烦。我十年，我十年直接向上，向上路一般了。向上路，向上中医。让我关心一下向上。好啦好啦，我该去接了。向上路加中美街还是华美街交叉呀？那也向上中医。不过伊无好挂，伊迄挂号爱三十度哦。你爱事先，你爱事先挂号，然后啊。啊不，我直接去。等下等下等都贵了。我你也无预约挂号，你要等我等点外钱嘛。我等下看都看唔挂嘞。我四面地刚看得好啊。你也二号客户，啊，你自家先装的，我再去评价的。别傻吧。你装修过吗？你装修是安尼啊？你要看，跟你有缘分的无？无安全的动画一斤，一直换换啊，换到对你有效诶。终于是安尼真正，我以前老换三四斤诶，不过快都四倍，去一摆就要看到几块诶啦，无效。我即卖拢食诶，我诶，差不多。你吼，你啊在看你就是，你在饲，不过迄斤车上终于对你无一定有效，但是你饲。我有考虑到应该非常正常，不一定改善。我无考虑讲话，一直讲话就是。用以前的话还一定啊。分动大清蟹，好难啊！好难啊！好嚼，好嚼啊！啊，你讲安怎煮？顶管土味蒸，啊，用汤的哦。
真正是腰受好食。两百呢？用烘的上好食，对。动大器械也没有让我拍里面。那黑白，好吧。好，一百白。一包一百。你要让我拍里面啊？你要啊。你要打开来啊。要神秘感。哎，老板。嘿，懂懂。那你就，你这我来讲，哎，客人可以讲，哎，你都废家啦，哈哈哈，废家，哈哈哈，这一杯一包，老底买免钱，哈哈，这种物件一杯一包，底买免钱。你马博士不，你看你们还是看不到，他就是不让你们看，我没有直播哦，哈哈，哎，现在有黑屏吗？没有。在还在？你还在遐来没？我两点外来。这边七点半，六点半。七八。很贵哦，很贵啊！便宜的石斑已经时间已经过去了。像之前乌那样子哦，那就半个毛钱了。不要那边，那个毛你五百，两袋。真的？你要两百块一袋哦。啊？要两百块一袋。我等我来洗，要不然你吧。七块。多厉害！哎，我打。这不怕是吧？
一直乱跑。有啊，放阿松一个人在这边。看到了。人家没有，人家你放你姐姐啊。有啦有啦。好刀呀！哎，这样哎，我先让你。你想想多啊？对啊，我买几把。我管几把？三把。三把了，好啦。哎呦，你耳林白胶，一胶，我不正，我不正，一胶林白软胶，澳博，哈哈哈哈哈，卖了，什么呀？黑了，黑了，黑了，能不能卖啊？啊，卖，那能卖就卖，卖把个软的，对，这仗该有几多红？你西北我吗？我北我报的。太多了。哎，他家在家里干嘛？盖一皮包对吧？你在教他诀窍对不对？好啊，你盖一啊，我往下来。没盖去摸索。